民国16年4月2清党之后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都不允许有双重党籍了。除非你背叛一个党。10年了，我在公安局里头潜了10年，你不让我升职，我服从了。 组织把我唤醒，让我杀人放火，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搞情报、搞破坏，我都执行了。不是你让我要取得他们信任的吗？对，他们现在愿意考虑让我去入党，说明开始信任我了。这也证明了我是个好特工，是吧？怎么了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背叛了国民党。 给共产党做事，这是你的错吧？你又背叛了共产党，给国民党做事，这还是你的错。你除非两个党都不背叛，也就没错了。我告诉过你，不要学吕布，要学关二爷，可是你不听啊。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，我也没办法。 现在好好谈谈吧。你从来都没信任过我，你老跟我说忠诚、信仰，那些要是真的，还要金条干嘛？你们不就是想给长兴店的事儿找个人背黑锅吗？可以，这人不能是我。 路早就选好了，我想活着，让我走，但我从来都没存在过。你明明站在我面前，我怎么能当你没存在过？你就当我死了，不行吗？ 在必要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自杀的。我把那绳子也可比你漂亮多了。一切朋友都将得到他忠贞的报酬。
小声。现场勘查完了，两辆车，没有搏斗的痕迹，应该是被逼着上吊的。可惜了，要不是站在国民党这边，就他的才华，应该是个好警察。兄弟，都保重。咱们俩是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明白吗？我有才华有什么用？平时不觉得吗？人死了，心里还有点那啥。不是坏人，就是没想明白该站哪边。朝阳，怎么在这儿？到处找你。三分局那边刚刚破获了一个国际间谍团伙，一个叫安东尼的意大利人和日本记者坂本龙一，计划用改装过的迫击炮轰炸我们的国家机关。这个叫坂本龙一的曾经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名炮兵，后来在北平宪兵司令部也干过，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。因上退伍之后，以经商的名义在天津搞情报，日本投降后没有回国，他们两个都承认是在接到候鸟的指令之后才开始行动的。看来候鸟已经意识到桃园组行动不力，所以启用了新的行动组，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。怎么不说话？因为宋向芳，他死之前说，他其实这辈子没什么追求，只是想活着。宋向芳若能够早些明白，应该是个好警察。老侯爷怎么说？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你们会怎么处置烽火？昨天晚上梦着我爸了。好久没梦到他了。他还问我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哥哥？
想了一晚上没有答案，结果到早上的时候，我开始想，我要不要给我哥提前准备一块墓地？我要不要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？如何处理郑朝山这个问题，你怎么看？了解的，他很理性，绝不顽固，他有自己的立场想法，他有些想法甚至跟我们不谋而合，只不过是站的位置不一样，他脑袋里边不是岩石，他可以变，但是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改变的时机，或者是他没有一个足够可以转变的理由。如果他愿意改变，如果他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如果他能帮我们找到候鸟，罗局长，到那个时候，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他？郑朝山如果改变立场戴罪立功，我相信我们党的政策会对他宽大处理的。只是你有多大的把握？老弟儿，吓我一跳。做什么吃的？炸酱面。我没告诉过你，其实我特别喜欢吃你做的汤面，特别是再放一点香油、葱花、姜末什么的，特别喜欢。那就改汤面。有件事我琢磨了有一阵子了，我说说你听听啊。现在的形势你也很清楚，所以我想与其两个人都去广州，还是你先过去吧。我不会让你等太久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，而且我们也不会在那一直待着，我快要去别的地方，我必须得走完。我给你打打下手吧。五哥，我这两天常问自己，
以前是年年战乱，我们身不由己。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身不由己？这是我们的命运啊。你看沙邦西里那么多人物，那么多不平凡的命运，那都是沙邦编号的。我们的命运也是被别人编号的。谁编的？赵婷，听我说，出去一个是一个，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。我一定来。能不能快点啊？这后面这么多人呢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怎么没走？我没赶上火车。下来吧。来过这儿吗？你知道吗？当我看见你在楼梯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有一种浑身被扒光了的感觉，彻彻底底地暴露在你面前。还有什么没暴露吗？有，还有就是这封没发完的电报。
郑朝山，你起来，让开。还要说什么？直布现在虎穴，敌方逼迫已尽，随时可能暴露，故决定一死报效党国。以死报效党国，发吧。发呀！答应我的那些事儿，看来你是都忘了。你跟我说过，你会来广州找我的。你跟我说过。不会让我等太长时间。你跟我说过，会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你都忘了？我没忘，所以发吧。这封报发出去了，郑朝山就此就报效党国了，我们两个才有可能一起离开北京。是我们三个。是我们三个一起离开北京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党国的人。那我现在呢？我的人。知道了。哎，交给你们任务啊！天津的警方送来的消息，说是在魏强的藏身之处，现在发现了几张碎纸片，纸片上有一个信息，三个字叫做"太平道"。我们几个呢，根据太平道这个事儿，做了一个方案，你参与进来，好好配合一下。我配合不了。卢局长说我犯错误，让我写检查呢。写什么检查？是那个什么事儿？哪个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就是那个什么事儿吗？库三帮，你大爷！大爷！那个呀，那算什么事儿啊？不写，你应该检查的是枪法太次，三发子弹都打不死一个人。是，回头我就好好练枪法去。
写啊！谁让你写的呀？罗局长，你跟谁手底下干活啊？罗局长，这不结了吗？头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听话啊！不管头是谁，得干正义的事儿。不管是不是小东西还是老百姓，那有恶人作恶，那就得站出来，哎，严惩这些恶人。写检查呢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干正义的事儿。这检查你不写，这事儿过不去；你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头让你写，是为了做给大家看的。你得懂事儿，这是为人处事的原则。那我应该写？哎，什么原则呀？你那叫圆滑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少把旧警察那些恶习放到我们这个根红苗上的革命战士身上。哎，我是旧警察，怎么了？我前朝今朝我在局里干了30多年了，你问问我的为人怎么样？我到现在被留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为人处事。你怎么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呢？这个时候你最容易被别人当枪使，知道吗？谁把他当枪使了？你说谁呢？啊！我什么时候把他当枪使了？我那是为他好。您那是为他好？怎么了？你那是害他。我怎么害他了？当然了，罗局让他写检查，他不写，回头他被罗局开除了，算谁的？局长那我去说，你去说，你算老几？我算老几？我告诉你，我算老几？你就不算老几？呀！别搞了。大哥，我到底写不写？多大点事儿？几位。都听我了，我不会害你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我在这件事上，我一锤定音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说，领导让你写这份检查，自有他让你写这份检查的道理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了。写，但是咱们不写也有咱不写的本分。哎，那我到底应该写不写啊？说本分，就像他说的，你甭管是小东西还是普通老百姓，当街受到了侵害，咱们作为人民卫士就应该拿出自己的武器予以严厉的制裁。说道理是说你这个制裁的方式有问题，你应该把他逮着了，然后呢送回到咱们公安局，让法律来制裁他，让人民来审判他，这是道理。你不应该当场当街就做了刽子手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写。可我怎么开这头啊？行，我来。说什么？你开？我开。你冷静，你不能。我来。你也不行。停。什么呀？我这个我能行？我会写，我字我打你去都不行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态度问题，态度问题。我跟你讲。我的检查，我错了，我错得很严重，错得非常低级，错得非常离谱。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但我罪不该死，我必须承认我的错。我错在哪儿呢？错在枪法不好，3发子弹都没有打死敌人，我浪费了国家的子弹，浪费了国家的财产。我一定要好好的练习枪法，争取下次一枪打死他。但我不应该当街把他打死，我应该把他押回来，交给人民去审判他，不应该动用私刑。总之，我错了。此致，敬礼，监察人。我该写谁名？太平号这个事儿，我们还应该再研究。没有杂食啊！一会儿过来看。
老谢啊，嗯，这几天我不见客，啊，太平道的人要是来找我，你就说我出门了。你不是见过白羽真人了？这又是怎么了？那个老家伙召集我们这些点传师，说是要搞什么盛世法会，叫我号召我的那些道友，到时候都去地坛。那您就去呗，您不正好也是太平道的点传师吗？嗯，这个时候太平道搞聚会，能有什么好事儿？白羽真人这两年懒得出席，大小法事都交给他手下弟子去做，自己号称要闭关修炼，这不扯淡吗？他就是要躲起来抽大烟。他这会儿和打了鸡血似的紧着张罗，背后要没人，那才有鬼了。老谢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最好不要趟这个浑水，否则两头不老好。白羽真人，啊！你是要找这个？哎呀！长官，我是冤枉的，都是那个魏强，他是特务。逼我干的，嗯，你冤枉你跑什么呀？啊，魏强是特务，您呢？我们接到线报，说有坏人要破坏这次法会，白羽真人让我和朝阳大哥化妆保护你们。哦，您别忘了，一会儿见到朝阳大哥千万别嚷嚷，别露馅。各位道友请了，在下这厢有礼。在下来自山西临汾，道号孔雀真人，和诸位道兄一样，也是白羽真人的忠诚信徒。今天这个盛世法会，就由在下协助白羽真人与诸位一起共襄盛举。此番盛世法会百年一遇，千载难逢，春和景明，良辰吉日，在此我宣布盛世法会现在开始，起乐，跪。一请南天老母。
白羽真人。请长生圣水，诸位道兄，白羽真人示下，凡此次前来参加盛世法会者，都可得到一盏长生圣水，饮用者可得50年阳寿。现在就请白羽真人为圣水开光，为众生祈福，祈愿。白羽真人，我其实就是东北农村跳大神的。日本人来了以后，他让我给我搞情报，我就给他搞了。那些跟我不对付的和跟我过不去的人，我就都把他卖给日本人了。那日本人我还卖了好多，都被日本人抓起来了。后来这日本人跑了以后，我就怕他们倾诉我就跑到这北平告着太平道了。我其实就是为了钱财的。哦，我都交代了，能给我抽一口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来敛来的钱财，我把它都上交。我上交了，你就给我一口大烟炮吧。诸位道友，白羽真人身体欠安，急需神药，但是神药本应天上有，岂是这些俗物能够换来的？不过白羽真人想要的药啊，您也都听说过，就是大烟福寿膏。怎么干这种事情？白羽真人，今天我们举办的这个盛世法会，您求得了长生圣水，何不自己先干一盏？去除百病啊！我不喝。不是50年阳寿吗？不，那我又不能喝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我怕它里面有毒。Come on.
诸位静一静，诸位，诸位静一静，请听我说。诸位都信了太平道多年，也都追随了这个白羽真人多年。这些年，你们用自家的金银珠宝供奉他；这些年，你们用你们的血汗钱来喂养他。但是这个白羽真人，是给了你们长生不老啊，还是免除了你们家里的灾祸呀？究竟是什么让你心神不宁？是白衣胜雪的青春，或是血气方刚的热忱？曾经因为岁月最初的单纯，有些人你会懂，有些事你会相信。究竟有什么让我心神不宁？是摧枯拉朽的狂风，还是百转千回的命运？曾经因为岁月后来的空洞，有些话不再问，有些事从此惶恐。曾经你很年轻，雪还未冷。曾经我很天真，梦还未醒。当时都太容易被自己感动，一句话没出口，竟泪花翻涌。究竟为了什么，为什么而牺牲？早就该心知肚明，早就该心知肚明，早就该心知肚明。你还我一份光荣，我给你一份光荣，但凡并肩而行，总会厮守。